大家好，我是罗红。你们喜欢喝早茶吗？我每次去广东的话，肯定要去尝一尝，体验老广的味道和氛围。早茶，茶肯定是不能少的。服务生先洗茶洗杯，再泡茶倒杯，一整套动作非常的娴熟。中国的茶文化，泡茶喝茶都有讲究。功夫茶是越品越有味，小小的功夫杯不知不觉就喝了好几壶，这就是我喜欢喝早茶的原因之一。首先上来的点心是虾饺皇，这是喝早茶必点的，皮薄如纸，里边有三只虾仁，鲜嫩弹牙。接下来是老广的小笼包，皮薄肉嫩汤鲜。这个黄黄的是流沙包，个头好大呀，感觉一个就能吃饱了。百合酱蒸凤爪，强烈推荐，入口即化，酥烂鲜香。这个蘑菇包也是超级的大。最后上的是一口酥豆腐，外边裹的是面包渣，非常的酥脆，里边的豆腐嫩嫩的，很好吃，就是稍许有点油了。我们点的都上完了，三个人没有吃完。早茶的点心做得很精致，现在不仅有传统的点心，而且还在不断地推出一些新的品种。我是罗红，爱生活，爱美食，咱们下期再见。